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Beauty Talk 与邱医师有约之瘦身 Easy Go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志斌，在旧金山湾区，也就是 Silicon Valley 西湖为您服务。Beauty Talk 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呢，就是一切关于让您更美的事物，而最最重要的就是让您变得更美，而且还变得更健康。马上为您介绍我们的专家来宾邱正宏医师。邱医师他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学博士，是美国减肥专科医学会第一位华人医师会员，同时也是第一位在美国的医美专业期刊发表过自体脂肪移植专业论文的医师。他是台湾景深联合医美诊所的院长，而且出版过很多关于减肥、医美、保健等等相关的书籍，更是两岸的访谈节目的常客。邱医师您好。哎 ，Benny 你好。是，那之前我们谈到这个东西方饮食的迷思，我们先前讲的都是一般人的。今天我想跟你谈一谈呢，就是给大家解惑一下，是关于这个产妇。我住在这个北加州，其实我们北加州还有南加州华人都很多，大家也都很重视这个产妇饮食啊、坐月子这件事儿。那我自己有几次呢，去医院看那个生完孩子的朋友，就发现说，美国的医院给产妇的饮食，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吓一跳，很夸张啊。因为我们华人不是都很讲究这个产后要滋补、要温和嘛。但是美国的医院呢，他们的妇产科医生、护士会给刚刚生完小孩的妇女啊，给他们吃冰淇淋。如果口渴，你要药水，他会拿个冰块给你含在嘴巴里。那邱医生，您是学西医的，这个东西方的产妇饮食文化是真的相差这么大吗？那像这样子的做法，会不会伤害到这个产妇的健康？好。OK， 首先哈，我要澄清一个观念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讲说，任何一个保养养生的方式哦，到底对一个民族啊帮助大还是不大？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民族啊，它慢性病的罹患率高不高？如果这个民族很怪啊，每个人老了以后都一大堆慢性病，那个好发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那我觉得这个他们的养生方法可能就出了问题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平均寿命有多长？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们的养生方式就值得我们来学习。举例来说，像日本人，他们人瑞很多啊，某些乡村呢，甚至很多人平均都100多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去这个探究一下，说他们啊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跟饮食的方式，对吧？所以你今天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坐月子餐啊，为什么东西方差那么多？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东方医学的传统观念有关系。怎么讲？因为东方医学我们知道哈，很多都会提到这个《黄帝内经》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以前的一些什么《孙思邈千金药方》啊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古人啊，他们因为用观察所得来的经验啊，我们叫经验医学嘛。那这些经验医学可能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可能他们怕这个冷刺激，就是说。他们的观念认为，冷刺激可能容易导致，比如说产妇啊，在这个生产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受寒的，那么受寒以后可能就会得病。那得病以后，因为产妇抵抗力比较弱，可能就会死亡。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得到一个结论，说产妇比较不适合吃生冷的东西，这个就是东方医学得到了一个讲说是一个算是经验谈吧，哈。对，那所以对。那西方是比较讲究科学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产妇给她含冰块？事实上是因为冰刺激哦，可以让子宫收缩。那我们知道，这个产后以后最怕的就是子宫不能收缩，导致子宫大量的血崩，那这个有可能导致丧命。所以冷刺激如果可以帮助子宫收缩，当然冷刺激没有什么危害啊。那其实这个都没有错。那可是现在基本上来讲，医学进步了。我们以前担心，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东方的说法说，产妇啊不能洗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产妇如果洗了头啊，以前没有吹风机的年代。产妇头湿湿的，有可能受了风寒。那受了风寒以后，一感冒一生病，又没有好的医药，可能就这样就死掉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生活环境的改良，那么这个科学这个观念进步了，所以我觉得说似乎有必要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些留下来的观念稍微加以用科学的方式来形式。所以我觉得说基本上都没有错。如果说你今天害怕得到风寒，你怕说这样会生病会没命，那当然你好好的保暖是可以的，但基本上来讲，其实西方人也是没有错的，他们是有科学根据的。是。那不过我想到这个东西方应该还是有共通点的嘛，那就是说很多的妈妈生完孩子之后都瘦不下来。对，对，我们今天这个瘦身 Easy Go 为什么特别要问到这个产妇的问题，就在这儿。那邱医师啊，您觉得说我们传统的这个
中式的，特别是其实这个台湾 style， 其实我在美国也有很多大陆来的朋友都在问这个台湾式的坐月子的方式，好像在这个全世界已经很有名了。这个台湾的月子餐对于减肥来讲是好的呢，还是说有一些负面的呢？好，台湾的坐月子餐呢，当然就是麻油鸡嘛，对不对？啊，那麻油鸡里面呢，主要就是啊，里面有酒啊，米酒的成分，然后有鸡肉啊，然后还有一些药材，对吧？啊，那还有，但我们知道哈，里面的鸡肉基本上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对吧？我们知道孕妇生产其实概念上有点像一个人开了刀一样，它是一个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创伤嘛。那就是说补充蛋白质啊，对于增强免疫力啊，补充失去的这些热量是有帮助的，对不对？那麻油为什么要用这个麻油加上这个酒精呢？麻油因为我们知道油本身也是热量的来源，那麻油它本身含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基本上来讲对于我们补充我们必需氨基酸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那么加上酒精呢，酒精有活血活络身体的那种效果，所以基本上来讲对于祛风寒也是有帮助，对吧？所以麻油鸡在我看起来呢，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很滋补很润身体的一种饮食的食材，对吧？那但是如果说孕妇希望补充麻油鸡又不希望发胖，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这个吃里面的鸡肉就好，那么里面的那些麻油呢，那个汤啊，我们就喝一点点，不要喝太多，你不需要整锅麻油鸡的里面的汤头全部都喝光光嘛，对不对？那喝到就酒醉了，对不对？那也不是很好了哈，对不对？所以啊，除非你说你不在乎身体有胖的问题，你可能本身已经很瘦了，你希望补充一点热量，甚至在产后增胖你的身体，那当然 OK， 你大量吃。可是如果啊，考虑到产后肥胖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啊产后变胖，甚至希望产后快点瘦身，那我就建议大家，麻油鸡是可以吃的，但是吃鸡肉就好，而不要吃大量的麻油跟那个酒精。那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那至于说产后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开始减肥，基本上来讲，我建议啊，产后一个月你先不要忤逆这个老人家的好意嘛，你就麻油鸡适度的吃一点。那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你再开始例行瘦身。那这样的话，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啊膨胀的时间太久了，那免得这个脂肪啊一旦适应那样子的空间以后瘦不下去。所以我建议大家，产后一个月做完月子了，你就要开始好好的摆脱产后肥胖，这样子，嗯。那刚邱医生您提到这个麻油鸡里面放了很多的米酒，对吧？那不是很多人说这个产妇尤其要哺乳的话是不应该要这个摄取酒精吗？那像这样的麻油鸡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酒精会完全挥发掉？它这么大瓶酒这样子灌下去，会不会有残留的酒精对这个产妇哺乳会有不良影响？Benny， 你提到重点了，你知道吗？以前的坐月子为什么说希望产妇喝一点这个麻油鸡？那里面是有酒精的，你知道吗？因为以前的人观察到说，一旦产妇啊吃了麻油鸡以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那个小孩子特别好带，你知道为什么吗？都醉了。对，答对了。因为以前的妈妈是喂母奶的，当她吃了麻油鸡以后呢，她的酒精啊会从乳汁当中分泌出去，小孩子喝了酒以后，你知道吗？非常的好睡哦，非常的好带。所以以前的婆婆们都非常希望说，这个媳妇儿呢一定要吃麻油鸡，因为呢这样子小孩会好带嘛，对不对哈？那事实上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可能是因为酒精被小孩吸收了啊。所以那 Benny， 这个麻油鸡呢，我刚刚讲了，如果有喂母奶的话，你要记住，喂母奶的话你要有警觉到说这个酒精是有可能被小孩吸收到，那我们总不希望小孩从小就接触到酒精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说喂母奶的话，还是我刚刚回到那个重点了，吃鸡肉就好，麻油的汤呢基本上适可而止，不要喝太多。好，那这个是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这个孕妇呢一个最中肯的建议。好，那至于说以前古代的观念说什么，小孩子呢不能碰触他的脚啊，因为这样的话小孩子以后身高或者成长发育会受影响，其实现在观念上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其实小孩子有跟妈妈有肢体接触啊，他幼小的这个心灵啊反而会发育的比较健全。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孕妇到底能不能洗头，以前认为说孕妇不能洗头啊，洗了头就会得病啊，对不对？好，就是可能会没命，那个是因为以前没有吹风机的年代，对吧？没有吹风机的年代，因为头一洗不容易干，很容易风一吹得的风寒，对吧？现在的医学，现在的环境进步了，你吹完头啊，以前还甚至连什么洗澡都不能洗，你知道吗？啊，孕妇还对不对？连水都不能喝，洗澡都不能洗。我觉得很多禁忌哈，其实要与时俱进啊，要这个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稍加啊，把它调整，这样的话比较适合现代的生活，才比较健康，比较可取啊。我的看法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赶快要进行今天的爱瘦美问邱医生单元的，有一些网友的提问。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这一位呢，是台南的一位郭纯青郭小姐呢，她年龄是40岁。那她的健康状况，她说她的胆拿掉了，其他状况都还很好。那问题是说呢，他一直瘦不下来，他想要瘦在5公斤左右。饮食呢，他早晚都是泡一杯大豆蛋白质，加上无糖豆浆，泡400cc。那中午也正常吃，但是还是瘦不下来。一个礼拜运动3到4次，那现在也换成了上健身房去运动。那不晓得有没有更好的减肥的方法？好，那郭小姐她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她40岁啊，但是她没有说她身高跟体重了哈，所以我并不知道说她到底胖到什么程度。有的女生哦，她这样问哦，其实她身材其实已经很标准了，你知道吗？她其实是希望身材更健美，那么呢就是能够有雕塑身形的效果了哈。那郭小姐您提到的问题说你有在上健身房。那么我相信啊，你上健身房应该是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都有在做，就是说包括跑步啊，包括这个肌肉的锻炼都有在做。那么这个就是牵涉到了一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哈，如果你有在锻炼肌力的训练，像现在台湾很流行什么核心肌群哈，核心肌群的锻炼，那你知道吗？当我们有在锻炼肌肉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你的体重会下不去。为什么下不去？因为啊，你的肌肉的重比脂肪还要重。你呢，体脂率虽然下降了，但是你肌肉的量增加，结果你会发觉你总体体重不降反升呢。那我要告诉郭小姐，就是最近啊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同样是30分钟的运动，如果你去做快走，就是说我可能到公园到操场去做快走运动，跟我在健身房做肌力训练，他们发觉啊，大规模的统计追踪3年50000个人，统计下来结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发现说到这个外面去快走的人呢，比在健身房的人呢，平均体重下降2公斤，同时呢，他的腰围还比在健身房运动的人腰围更细。这说明一件什么事？说明啊，你做的如果是有氧运动的话，你的那个体重下降是全身会变瘦。可是如果你在健身房做肌力训练的时候呢，你体重呢不太会下降，同时腰围还变得比较壮一点。听懂这意思吗？就代表说，你的运动方式再加以形式。如果说你有在做肌力训练，我觉得女生哦，因为我们要的不是肌肉很 muscle 很 man， 我们要的是很 fit 很纤细很紧实。所以呢，郭小姐，你可以把你的无氧的运动啊改成有氧运动。换句话说，你不要再去锻炼你的肌肉，你适度的增加一些就是散步啦、快走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你体重还可以继续往下了。这是我给你的中肯的建议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邱振宏医师给我们详细的说明。那么听观众朋友呢，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关于减肥、瘦身或者是医美方面的话，都可以来询问邱振宏医师。我们除了今天这个瘦身 Easy Go 以外，另外在邱医师的单元里面还有一个叫美丽密码，让邱医师以专业的角度来介绍关于医美、美颜、美肤、减肥、瘦身等等各方面的知识，敬请留意收看。非常感谢邱医师，也谢谢各位观众，我们下次再会。